画的也是有大有小，长长短短的啊。这个相对来讲，这个比较正一些啊。 画的要让人家看得很多，啊，要看得很多的感觉，很茂盛，就是点睛之笔啊。 啊，画来画上画里这个是不同的这个画是吧？很精神。 高一点，修小修，我来照吧啊！哎呀，我来照吧。好了好了，行，他就要这两种花。先，先这个花图啊。 这用笔都要有力度啊！好，现在进去以后就很深的，你用什么方法都可以。比如说，它不是一个模式，不是一种方法，所以你学不能学那个死板的东西。 由浓到淡，啊，要完了，还是完了。